哎阿姨，我就要这张。哎，别要这张，这张太难拿，这张别的吧。可爱的，我喜欢。好好好，小盛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进来吧。你这最近做梦总梦见我们家夏钱？啊，满脑子都是他。是啊。 看谁都像他，啊！完了，小生，你得相思病了。啊，能吗？当然了，肯定是。不过今天你来的不巧，夏浅不在家，她出差了。出差了？对呀，她出差了。还没跟你说啊？这孩子，这，不过你来都来了，阿姨帮帮你，帮你做个弊。 夏浅爱吃的水果那是樱桃，对，冰淇淋喜欢吃抹茶味的，喜欢吃玉米，但是她不吃玉米糖呢。嗯，她生气的时候呢，喜欢一个人打扫卫生，喜欢看恐怖片儿，但是呢，看完了又不敢一个人睡。还有，哎，行了，先别记了，等我想起来我再给你补充。好。 来都来了，帮人帮到底，我给你再发点福利，来，过来，给你看样好东西，给你看啊，这是他6岁的时候，这个呢是上小学戴红领巾的时候，这个，3个月。 这个，哎，他爸这个别看，啊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看一年一个样。嗯，啊，这是在少年宫学跳舞的时候，你看，穿着这个，哎呀，你自己选吧。嗯，这张怎么哭了？啊，这是我也记不得是哪一年的6月儿童节了，夏浅有个好朋友受伤了，让夏浅呢。 帮忙带他跳舞，他一口就答应了。结果在台上害怕了，怂了。哎呀，这是边哭边跳，边跳边哭，我们就给他拍了这么张照片。其实呢，我们家这孩子呀，从小就这样，死倔，但凡他答应别人的事儿啊，就是再不喜欢，就是哭着也要跟人办完。他就这样。哎，阿姨，啊，我就要这张。 别要这张，这张太难拿，这张别的吧。可爱的，我喜欢。好好好，谢阿姨。